羊之门双鱼村，要从哪里进去啊？偶像跟星辰，哦，那个无所谓，那个我就没有说很刻意想要全拿了，反而支线全部解完我就过。哎，不对，不是从这边。妈，太阳之门跟这边差在哪里啊？差一个画面而已，啊，浪费人家时间。路过，刚好看到一封信，妈，反而剩四个信没拿到了。原来这鹤会动。你啦，干嘛啦？妈逼！希望最后一局可以让我练到五十等，比较炫。Hello， 别管我，一直在等你。萤火虫，跟我一起回家吧，我们已经准备好，很快我们就能回到精灵界，沐浴在成千上万的群星当中，沉浸在永恒的光辉底下。哦啦，亲爱的萤火虫，现在回光，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，把眼泪擦掉吧。欧若拉，再见！终于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微光是时候了。这个世界的光芒已经逐渐消失。哇哦，等等，太阳虽然西沉，但还是会再升起啊！我们能够拯救雷姆利亚，这是我们成长的地方。我不走了。欧若拉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那么，我们就出发离开了。哔哔哔哔哔哔哔，微光欧若拉，再见！便秘。哇，像冲马桶一样冲掉，再会了。恭喜你来，但接下来战斗会很艰辛。如果光芒全都跑光光了，谁来替你照亮黑暗的岛？耶！克尔面的尖晶石成三赞，现在就给了我三个尖晶石，就直接传过去了。到了，哎呀！哇，这样子我有三颗这个嘞。还蛮不错的，可是我现在重点是我要和那个白的跟黑的到最满了，已经没办法了吧？照这样子看来，应该是没办法。啊，没有红的，等把这三个凑一凑。我凑这一颗弄不出公主。好像其实也不是不可能。我们把它加15%，然后还上不去。黑的我也没有，现在好像是擦黑的哦。就现在来看，该擦黑的。好了，算了。
噔噔噔，噔噔噔。要30%。先去上面开那个，再下来，知道麻烦。好了，不能再这样打下去，妈又把这个游戏破了。沉默的丘陵，太结束啦！不过仙女之岛我没去过，哎，神奇。两个星辰，16个宝箱没拿到，也不知道在哪。艾琳峭壁，还有5个宝箱没拿到，也不知道在哪。金贝尔海。好了，懒得了。游戏还不错啊，但是是回合制的，不过至少有点乐趣。好啦，按个广告关啦，再见。